你好。啊，深深现在是红红半边天了，但是呢，咱们人红事儿少，然后是谦逊大方有礼貌温柔可爱无公害，然后那个你普通话挺标准的。那必须的。然后晨晨，深深，晨晨。行。这是谁？说说你心中的晨晨到底是谁？哦，您叫的晨晨老师。然后晨晨跟大家见了，晨晨也是觉得特别的可爱。这句话留着给你的晨晨吃吧。哄不好啦，错了，这次哄不好。哄不好的。就是感觉见到真人比十八岁还要小，十八岁都说多了，八岁吧，八岁。你是说晨晨吗？晨晨。我错了。然后也希望深深就是能够保重嗓子，嗓子保重。保重嗓子，我们一起祝深深保重嗓子。太紧张了，然后就是演唱会现在在巡回，但是呢。深深也在巡回，好巧。好了。但是我总期待合作。期待我和深深合作。期待你们深深。好的，我会的。然后就是如果要是没有那么累的话，也可以多加几场。谢谢，我会下一个。深深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好，那我们给他满意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让琛琛去唱。琛琛满意。唱什么？让琛唱一个比较欢乐的《巴拉利翁》啦。哦。谢谢。然后你听我的专辑。必须的。会点。会点，你才是什么呢？巴拉利翁啦！哦。西里有哗啦全世界的人们对着密码，管他奇葩还是没想法，乖张或优雅，我哪里懂了，快乐最伟大。耶、yeah! 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，也希望你们晨晨天天开心啊、哦想给我们的依纯念歌的，来接受这个挑战。是的，那你要先夸一分钟哦。好的，辛苦了。陈单依纯姐姐，现场的真的是沉鱼落雁。怎么会？闭月羞花。怎么会？终于有个标点符号。闭月羞花，巾帼倾城，仙女下凡。貌美如花，你们俩表现好微妙。然后唱歌动人心弦，余音袅袅，像百灵鸟一样，宛如天籁。哇，真美！满意吗？见到你好开心啊！开心。OK， 我很满意。好，满意了，给点歌机会。我想点一首陈蕾蕾。好。哇，也是一首快乐的歌啊。是的，来。天乖乖，地乖乖呀，可爱，有花就开，雨乖乖，泪乖乖呀，快笑起来，笑得飞起来。哇！好听，能听到你夸。而且是那么多四个字，沉鱼落雁，沉鱼落雁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倾国倾城。谢。这是什么独特的答谢方式？没有，真的很开心，谢谢。我切入直播间啦，送给深深的。这上面都是折耳根啊！开心白鼠。哇，能吃吗？可以，可以吃，现吃，真的可以吃吗？不用。这个折耳根啊，有点老了，建议可以赶早一点去买点新鲜一点。我们下次买新鲜的。哇，我现在我的嘴全是折耳根的味道。谢谢，还可以加点辣椒会更好吃。要不给你来点高辣椒？哎呀，有辣椒呢。是有一点很重，就是闻到了，好大的味道。怎么办？我脏了。我现在满嘴巴都是鱼腥草的味道。怎么办？你夸他两句呀、啊，再夸我两句，再夸夸两句。鱼腥草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一个新鲜的。那个是谁？鱼腥草能够更自在，真的说来就来，说来就来，但是你就是更，但是你没有更懂钱。鱼腥草和鱼腥草，谢谢你。
什么啊，是用一个口香糖拯救我，是真的有鱼腥草的味道。是的，特别有鱼腥草。哦，可以喝一下，可以喝一下我们的山楂树下。Yeah. 好的，谢谢谢谢我们的新浪员工，我们的同事们，我们马上就要谢谢同事们，谢谢谢谢，也跟我们线上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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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香，我们也跟线上的微博网友们干个别好不好，来来，稍微低点，稍微低点，稍微低点。线上的网友们，稍微低点。我们每天一张，我们每天一张。我们就给那个街告个别吧，我们马上就要告别了。来，好，姐妹，来来来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到了，大家来一下，来一下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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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也告个别吧。好，我们拜拜，拜拜。来一下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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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